气势，就是这间开了70多年的古粤菜老字号酒家。第一样菜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冷盘，这个是蟹爪圆圆啊，很可爱，第一次。这是螃蟹的肉丸。乌卡呀，马油尼斯啊，你要猜他们在点什么吗？就是这个八宝猪手，它里面塞了很多八宝的料，然后味道超级棒。我吃过最特别的猪手。我们现在吃完了，因为刚才很跟车长们一起吃，所以我没有什么拍。这间太震惊了，我觉得是我吃过人生中最好吃的其中一间中餐，也可能是我在 KL 吃过最好吃的中餐了，太好笑了，很经典的老字号。看到 KL 桃园 ，so cute 哦。现在就是 second round 的 time 是糖水。很多人的芝麻糊糖水店，嗯，不好吃吧？老板在很认真的拉花。点餐的时候，那安哥还很正式的跟我们讲，很郑重的讲，如果不好吃的话，他会赔钱给我们。只要先还钱先。到最美最美有拉花的这个前提，他背后真的有脸型耶，我头发哇有眼睛，哇超美，这个小迷你的部位 ，Oh my god， 哇太美了，真的不要咩。平时我会觉得那个杏仁味哦是很抽象，有蟑螂味的。你看我很开它那个杏仁白白的，然后很香，这个，就是甜甜的，我觉得很香。然后这个再吃芝麻。今天晚上跟家人来吃 Japanese buffet， 我很想吃日本的自助餐。然后今天吃这间，我觉得很出名的，就是加米大叔。然后他一个月前就订好了，非常开心可以吃到。哦，我们最爱的生鱼。因为我爸爸吃buffet紧张要站起来，这鲜肉很美，这什么很红？好大雕啊，好美啊！要拿多少都可以。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加很多盘，烧肉应该很多人喜欢的，羊肉，都不同口味的鲜肉。可是它餐厅真的太冷了，很多人都不能顶，跑出去取暖。看我弟弟就知道了。Say hi。你是要卖掉这些花吗？可以啊，明天你可以拿去卖，明天还有两场。哦，是啊，看一下你的 photo， 毕业 photo。看一下 ，Airbnb 他们有了答案，就是我几时会有男朋友 ？OK， 转移注意力就代表我近期都不可能有男朋友。这人闷到这样子啊，然后你们就没有跟他交流，自己不去答。这里冷啊，你去那里。哎，爽啊！第一次睡随便在爽啊。你去这边，这边冷。哈哈哈哈哈！你几岁啊？刚刚问你这个问题。十岁还会做这种事情啊？嗯。Good night。起床了。今天是我第一天在 KL， 然
后面就很刚好，这次回来呢碰上母亲节，然后又很刚好啊，我的婆婆阿姨全部妈妈都在，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庆祝啊。然后等下我再飞回去，再回去机场，飞回新加坡。然后呢，我们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啊，经常在外面啊用这种 hotel 民宿或者是机场的 Barbie WiFi 哦，是啊，免费的 Barbie WiFi 就是最没有安全保障啊。像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资料啊，那种银行密码啊，其实都很容易有被窃取的风险。所以像我平时啊出门啊，去 cafe 或者是 shopping mall 啊，用那些 Barbie WiFi 呢，我都会用 VPN， 因为 VPN 它就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嘛，一个虚拟的私人网络，它就可以隐藏你的 IP 地址，然后呢就不会被 hacker 追踪到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全放心的使用那些 Barbie WiFi。然后我自己用的就是 Surfshark VPN 哦，因为它非常安全快速，然后还有 Pin Back 一个广告拦截器的功能呢，可以帮我们过滤那些有害的广告，还有那些恶意软件那些，而且你可以在无数台设备上同时连接 Surfshark。像我和我妈妈和我家人就可以同时去共享，就非常省钱啊，价格非常亲民，一个月只需要3新币。然后呢，你使用我的 promo code 的话，还可以获得高达83%的折扣，因为2年 package 还会送你多3个月，然后还有30天内的无条件退款 free trial， 所以这个应该可以算我给我妈的母亲节礼物了吧。现在全部要 check out 了，这个帮我姐姐拿全部花，拿花很手酸哦。我是昨天才发现到拿花是一件很手酸的事情。对，这很手酸的事情。现在马上，然后我们来吃一个早餐，你不知道还是什么、啊，就是永道夫 KL 永道夫，因为我们的妈妈们呢，婆婆妈妈阿姨全部最喜欢吃永道夫啊，我们会特地来 KL 吃的，所以在回之前呢，就来吃这个永道夫。这是我们永岛湖，然后配这个七种粉丝，然后咖啡、豆腐啊、饺子、中分开发，然后哇，这个超大超肥。先吃吗？你好吗？够吗？这是我最爱的，就是炸福州，用很脆的那种脑。吃羊岛肥是看它的羊角豆还有豆腐，就是最重要，可以看得出它的水准。很新鲜，它豆腐。很新鲜，它豆腐。豆腐好吃，真的。它的品质也是，就是很新鲜，就是会有弹力那种。所以，而且我觉得发现原来配这种这种凡是比较好吃的，当做主食。就是这一天哦，他小时候是完全不吃豆腐的，就只是吃豆腐花吧，他很讨厌豆腐。所以我这么长大都很喜欢上豆腐，因为很喜欢来永岛湖，很喜欢来吃，所以知道我那些好吃啊，可以永岛湖那些。现在我们要等我妈妈上车，然后哎，我现在我要送她一个母亲节礼物，就是一个定制的，就是拿去画，把 family portrait 画成 canva 的这种很可爱照片，超可爱的，画很真。你画的？不是我画的，在 Art Bay SG 还这个 Instagram 店帮我画，然后我拿去做成相框。那是谁？你妈妈，你不认得啊？这个呢？阿童啊，看超可爱，超像啊，很美。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也想要自己去画出来，太美了。以前是觉得有照片就可以这么画，可是真的很可爱哦 ，My God！ 爸爸咪，我妈送你一个母亲节礼物，这是我的呢，给了你的哈。在 long term comeback， 然后我弟弟超神了，你想 shopping 吗？跟家人，他在他们回之前来 Make Ready Shopping， 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这种黑拉亚的装饰了，白白的，可是我穿心情也是很黑拉亚，这就好像我的 Related 黑拉亚这样子，假期超开心哦。陪我玩躲避藏，这样大不可以玩，这会不见掉、哦。妈不会躲的，这个浪浪带我走哦 ，Shopping Mall， 想带我去荷兰。被绑架，我被绑架。这个钱。嘣！我变有钱了。你穿一个西装外套，然后亲戚他们就笑我，你以为你是女霸总啊？哈，霸道总裁啊！我弟弟一直逼我去巴找奶茶喝，奶奶，可以长高一点吗？耶，终于找到他的 delight 了。
开心吗？买到了？开心，开心，开心。我好吗？好。哎，你现在几高？一米三，一米三，一米三，一米三啊！难怪你被往海盗船啊！在 shopping mall 的停车场跟我哥哥家人告别。因为我是后跟我的姐姐回，然后他们就去回槟城，然后我就去机场。现在姐姐刚来一间 KTV 吃在 KL 的最后一餐。Hi, Grand Ole。 我第一次在 KTV 吃 Grand Ole。 KTV 很爽过哦。用汤的感觉。跟全部亲戚全家人一起来 KL 玩，然后你只要选一个月选啊，订什么蛋糕啊，订毕业典礼的花啊，订机票，订酒店，整个全部每一个过程都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向往，然后这 trip 终于要结束了，希望每天中午就加油吧。现在终于出来了，我们时间只是11点啊，只是我整个人超累了，好想回去睡觉，快点睡觉。We got a brand new day, good love is on the way,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I'll walk with you to Georgia.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dove in from high above, and if the answer is no, then I'd like to get to know you. 刚刚超过到了，只是早了19分钟这样，还很多时间，我就去买一个面包来吃蛋糕汤。今天这东西加油，还有要跟你们讲，拜拜 ，Thanks for watching。Weather outside is not that cold,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I'll walk with you to Georgia.